感情的事情呢，就是这样。以前我离开幽静的时候，我也难过了好一阵。不过，慢慢走出来就好了。虽然你的感情比较特殊，但可能所有的感情都差不多吧。特殊？不特殊吗？你怎么会待在这里啊？ 因为我喜欢你。既然你的感情那么特殊，你也放不下这段感情，我不会成为你的包袱的。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。